特别开心，也没有别的手艺，就会说相声，难得老少爷们这么支持。哎，而且一上来这俩姑娘，一个男姑娘啊，又都献花，其实我特别感慨，你来就来，你还花钱，是，你说你花钱了，你让其他的观众怎么办？挺高兴啊，各位今天让您破费了啊，花了钱来听相声。嗯，当然了，花钱有花钱的好处。哦，这一晚上高高兴兴、快快乐乐，这是花钱所买不到的。哎，这倒是啊，凡是没来的呢，后果自负。哦，这有什么后果？后果非常的严重。您说说，省不少钱啊？就是省钱的后果呀。主要说的是快乐的事情。哎，钱不钱的不叫事。你要说有钱，我不是您各位哪位有钱啊？啊，谁还超得过于谦有钱？我就说我，中国相声界最有钱的人啊，就是于谦老师。您客气，实在没事儿，自个儿还找一十字路口，半夜给画个圈，烧点纸呢。还烧钱？我也问他过，你这不是疯了吗？啊，烧纸干嘛？为什么呀？不定哪天就死了，先存点。没听说，我自个儿给自个儿烧去。很了不起，没什么。嗯，在台上你看，穿着大褂啊，传统服装，到了后台换上自己的服装，是，这是一个非常时尚的潮人。嘿，还潮人？真的啊，你举一个例子啊，嗯，马上天就快热了，是，你要问我穿什么，嗯，其实我这人台底下特别随意，是，我就弄一大背心啊，穿一大裤衩，嗯，怎么凉快怎么得，这舒服。人家有钱人就是不一样。我得讲究一点吗？六月三伏也得穿一个小衬衣，说就这么规矩，这头一个扣不系，哦，但底下这扣全得系，严谨，小领子衬衣，显得精神，不，这么大气呀，是是是，底下穿一钉子裤，我底下怎么那么热呀？我看着这么别致，哎，是没这么穿的，反正勒得都说不出话，至于不至于？这不挨着，你知道吗？到了冬天，啊，钉子棉裤，我是有点别致，我把这钉子裤都续上棉了吧。平时玩的也不一样啊，啊，打高尔夫球，啊，这是好运动啊。人家我来不了这个啊，早晨六点就下场打高尔夫球，那么早啊？啊，没事的时候桥牌，啊，高雅运动，玩桥牌，是下围棋，这锻炼脑呗，都是人家干的。是游泳。哎，全身运动，哎呦，那个技术太好了，是吧？游泳游得特别的快，没错，裤衩都跟不上，那就是没穿呢。这个，你是一个人物，肯定是人物，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自豪啊，没人比得上我，那错不了。哦，向您学习，您客气。人都是地不长无名之草，天不生无用之人，这话对，人人都是有积极向上的心态，这就好啊。我说一个人你肯定知道，您说我儿子你认识吗？你别到这儿大喘气行不行？我是希望通过这个孩子带给我们一些人生的哲理。您说您孩子？我儿子郭麒麟啊，虽然说是个孩子，但是有时让我觉着为他感到骄傲。那孩子是不错，积极向上。好啊。哎呦，从小我记得是三岁哦就看书。这么早啊？三岁的孩子他懂什么呀？真是看书多早，十万个不为什么。哦，那看什么劲呢？那十万个为什么？十万个为什么？对，孩子很聪明，是吗？过目就忘。嗯，不怎么样。过目不忘。过目不忘。嗯，到八岁那年跟我说了，说什么？说我想当个音乐家，这就有理想了。这一句话打动了我的心灵，感动了吧？感动了，我跟王八蛋。什么话？压根儿就像什么话呢？感动了。谢谢大家对我们两个人的鼓励。这有我什么事？你比我大。从八岁孩子说要当音乐家，哦，高兴，但是不能鼓励。不鼓励，舍得他教。哦，叫到跟前儿来说说，好孩子，非常好，爸爸特别的高兴。但是你不能教，哦，有人比你强，是吗？你今年八岁了，对，爸爸在你这个年龄已经九岁。什么乱七八糟？谁问你虚岁了？不就是想当音乐家吗？是啊，我带你去钢琴行，好，买钢琴，到那儿就买个哨回来。人要钢琴，你给人买个哨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呢？怎么呢？
你给他买了钢琴，他肯定得学。是啊，一学就会了，他聪明，早晚得成音乐家。下功夫，音乐家的下场就是下乡慰问。嗯，慰问演出，你想钢琴不好上公共汽车呀？那是门小，得雇四个人抬啊，一人500块钱，这就得2000。慰问演出哪有过100块钱的，是吧？演一场赔一场，所以咱不学钢琴。您想的是不是太远点了？这就是疼孩子。是啊，他好像不太喜欢。多新鲜！不吹哨拉倒，把哨拿来给我。哦，你吹，我吹，行吗？哎呀，每天吃完晚饭一吹哨，多快乐！是吗？吃完晚饭放下筷子，拿过哨来，嘟，这是狗就跑过来了，干嘛呀？抱起狗来擦嘴。多缺德呀！这主意想拿狗擦嘴呀、啊？你们准有人养过狗啊？你未必想到过擦嘴这门技术。哎呀，没有这么缺德的人。哎，这就是智力的问题啊！是啊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我认为我会成为一个成功人士。嚯、哦，还成功人士？上有苍天，下有地铁。哦，那么在你先等。什么话，老伴儿？什么叫上有苍天，下有地铁？上有苍天，下有我这双鞋，也没听说了啊！是下有厚土，土上有我这双鞋。哎，就您这双鞋，还有你那双，地下就放两双鞋，人在炕上呢、嗯，在炕上干嘛？看电视。您别老提这，哎，你们不能这样、啊，不要这么窝窝戳戳的。什么词儿？哎，上有苍天，下有厚土，对，良心放在中间，嗯，是不是？那倒是，人得知道自己能干什么。哦，反正每个人都不同的追求。哦，我就是希望有一天我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。那行啊，成为一个成功人士。那您努力呗。成功人士早晨起来，嗯，先来杯咖啡，嚯、哦，放点香菜啊，怎么个搭配啊？喝一口放下。嗯，打开一张英文报纸，我还英文的，嗯，看得懂吗？看不懂、啊、看不懂还看，这话看得懂我还看、啊、看得懂我还看啊，你还逮着你了是怎么着？你这你是你看不懂这边多精看吗？您这是愣看的，看不懂再看看是吗？哦，看一会儿放下。嗯，成功人士该吃中午饭了，到点儿了。吃点什么呢？嗯，成功人士要吃饺子，饺子好吃，和面，嗯，和馅儿，擀皮儿，包，撒点蒜，兑上醋，点香油，拿筷子和了和了，嗦了嗦了筷子头，跟这儿等着。这成功人士怎么那么厌弃啊？这吃饺子啊，吃完饺子放下筷子，拿起哨来，嘟，猫咪就过来了。你先等一等，先等一等，怎么了？别说了。您不是狗过来的吗？你怎么猫咪过来？我那狗起个名叫猫咪。这玩意儿谁听得懂啊？这个让他有两本护照。猫咪挺好的。狗起名叫猫咪。对。那您那猫呢？猫叫兔子。兔子呢？兔子叫鹦鹉。鹦鹉。鹦鹉叫儿子。儿子呢？儿子叫于谦。啊，又转到我这儿来了。哎，老有你呢！哎，您要不说呢？哎，嘚儿啊，跑过来，抱起来，擦擦嘴。哦，成功人士完美的一天，这就过完了这一天。转过天起来，嗯，喝咖啡，喝香菜，哦，英文报纸还看，有活，嗯，依然没看懂，这不是废话吗？到中午了，成功人士又该吃饭了。啊，吃什么？昨天还剩馅儿，和点面，擀皮儿，包，撒点蒜，兑上醋，点香油，和了和筷子，搓搓筷头。吃饱了，嘟，狗过来擦嘴。哎，好，非是这个。哎，转过天来，早上起来，香菜，喝咖啡里，看看英文报纸，吃点什么呢？啊，呀，昨天还剩面。您天天吃饺子呀？这成功人士天天吃饺子。嚯、哦，在饺子的海洋里荡漾，您不怕烫着？嗯，每天吃完了就吹哨，吹完哨就擦嘴，就非拿这狗擦嘴不可。哎，当然了，一个美好的愿望。成功是要有机遇的，我还没成功，天天这么等，等得我腹都泄了啊！腹泄了，像话？那个怎么说？花儿都泄了，等得我花儿都泄了，哎，着急，真没有辙呀！那怎么办？实在没辙，喝点闷酒吧，借酒浇愁。打开一瓶85年的飞油，哦，你先等我。你把哪老板开了？这不许打人吗？什么呀？飞油像话？打开一瓶85年的 UFO，我哪儿这么大嘴？哎，飞油。这什么？俺娘爱飞油，哪儿有这么？
到底是什么呀？白酒。嗨，那叫 XO。看夕阳照枫林，红似血染。哎，我这嗓子上农村唱戏去多了，唱不了。嗯，没有钢琴伴奏、哎，吹哨啊，少来这套啊！我一吹哨，牛跑过来了啊！牛、哎。我这愁得您找个伴，您愁想辙呀？想辙，首先充实自己啊！怎么充实？从这会儿记住了啊！啊，一定拿自己当回事儿。怎么当回事？找事信心。哦，没有自信不行。哎，我找了一个地儿，这地儿太好了。哪儿？首都机场。那儿怎么找自信呢？这机场买张最便宜的打折票。打折票飞哪儿都行啊！哦，最便宜来一张，拿回来哗哗一撕，不用。哎，找一旮旯一坐，嗯，等大喇叭喊我，喊您什么呀？郭德纲先生，请您登机。郭德纲先生，请您登机。哎呀，我连故宫都没去过，说让我登机，是那个意思吗？两码事啊！登机是那登机的啊，太冲那是极好的啊，没法不好。嗯，一坐一坐坐一天，特别高兴。就听这个，我都想把名字改了，改什么呀？改叫郭登机。那有什么好处？给他增加难度啊！大喇叭一喊：“郭登基先生，请拿您的登机牌到登机口登机，欢迎您登机愉快。”什么乱七八糟！我以为秤砣掉地下了。哎呀，真好，特别开心。就听这个，一坐坐一天哦，非得等着保安过来哦。陛下回宫吧。保安都开始隔你了啊！来。背着朕回宫，背着你，保安都哭了啊！臣妾做不到啊！要不然哪儿来的保安？废话，废话，废话啊！我用你管我？不是这回事啊！还有正事儿呢。有什么正事？还得回去采花去啊！嚯，您还采花呢？我养了几盆花啊，回去掐掐枝啊，弄弄叶儿，浇点水，施点肥啊。啊，那叫石头花儿。养了六盆花，真不少。这六盆花你知道多漂亮，好看。我特意打了一个铁槽子，嗯。这六盆花都搁铁槽子里，拿槽子养。哎，浇花的时候水不至于流到外头去。哦，而且遛花的时候很方便。这词儿我都头回听说。还有遛花的，许你遛狗、遛鸟，就许我遛花。哦，铁槽子上肩一扛，你知道多气派啊！嗯、哎，跟行为艺术似的。没有好身体，晚上十点来钟没什么事儿，扛着花下楼，我遛去。哎，不白出来，怎么呢？一低头，马路上有200块钱。我还捡钱了。老话说的对啊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必让其捡两个五十的，十个十块的。嗨，捡的还都是零钱。你看这边咱不能要啊？怎么呢？咱们得找施主，这就对了。施主不要，咱们再要。哎，凭什么不要？这位施主，哦，不是你的啊。哦，这位哟，还能给十块，谢谢啊。这位施主有5块，谢谢。要钱的不用2块。好家伙，人生中第一桶金。好，这第一桶金是要来的。回家路上看见第二桶金了，这是什么呀？捡了一块翡翠，我这可值钱，大金币，这么大块，半尺，好，当件白，两边是绿的。哎呦，老坑的种，这叫佛光翠，还真懂行，两棒硬啊！哎呀，拿了屋里一瞧啊，什么呀？冻白菜棒子，这好家伙，您也是气离心了，一点都不着急，是吧？那当然了，哦，山崩于前面不改色，海啸于后心思坦然。哦，平胸而论，嗯，到了我这，你先等一等，没有这话啊，您再往里一点，平心而论啊。有意思吗你啊？废话，您说错了。不平胸，何以平天下啊？谁说的？这心胸是一样的，这差远了。哎，这个到这会儿人就应该很好的认识自己了。啊，这倒对。哎，我到底能干什么？嗯，哎，认识自己才能决定前进的道路。那您想了没有？真想了。干什么？你说让我卖菜去吧？嗯，我起不来这么早。哦，这得早起。开个酒吧，嗯，睡不了这么晚。啊，那拉碗啊，开出租去。嗯。我又不认道，不吃。我在家上厕所还迷路呢，至于不是？开旅馆去，嗯，一年就一天情人节，别挣钱啊，都没人住。那是啊，给人当保镖去，行吗？我一使劲就咳嗽，身体都楼了啊！打篮球去啊，他们那磕膝盖老撞我后脑海，好家伙，个儿太矮了吧您这？画画去，这行，色盲哦。
唱歌去吧，这嗓子就炒饼味儿，实不怎么样。演小品去行吗？小品要干不过相声，嘿，到你大街那是说相声去啊？你们这行哪有好人？我们怎么没好人呢？你说我给人当小三儿去，又是个男的，废话。上洗浴中心吧，行，他要让我抽烟喝酒烫头怎么办？这是哪儿这个？哎呀，想到最后，我觉着反正做买卖别贪大哦，一步一步的来，从基础做起。我想一个好主意，什么呀？卖烤串哦，羊肉串这个简单，老百姓就喜欢吃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而且来说，首先啊，我不用单独租房子。您有房吗？我这房子临街，哦，门面百年违建哦。那早就该拆了，你想这么些年都没拆了，不容易拆了。哦，我那算文物了，好，而且占地势，怎么个地势？虎踞龙盘，您说一说，在胡同的正当中，我把中间，我这房正当中啊，那个胡同口啊，三个烤串，这个口啊，七个烤串，这非让人挤得死不可呀、啊！这个，啊，在正当中我占一好位置，有什么可好？旁边这家是卖糖葫芦的。这倒也没有竞争，是右手这边是一家公厕，哦，都挨着，公厕旁边是个母厕啊，母厕，女厕男厕也没有竞争，没有竞争，多新鲜！斜对门是老约翰中药店，您听这名字像干中药店的吗？老约翰中药店，祖传的买卖，还祖传呀、啊？打他哥哥那辈儿就是干这个，这嗨、哎，那不叫祖传。正对门是个成人用品。还有这店啊！你怎么那么美啊？你这多么励志的一个单位啊！这有什么可励志的？首先你得成人，你才能上那儿买东西去，才能消费那个。那做不了啊！嗯，所以说地势我非常的满意。哦，不错。第二来说简单，怎么简单？有个炉子就能干。那您有炉子吗？把花拿出去就是炉子。这是。哦，就是那铁槽子盖头。对呀、啊，唯一的缺陷就是我得招一个伙计，有个搭帮。单丝不成线，孤木不成林。嗯，浑身是血，你做多少毛血旺是吧？什么词儿？你开张纸干嘛呀？拿毛笔写。哦，招伙计，招工启事。好，毛笔啊。啊。敬启者，嚯，还用老词儿呢。就这仨字看出来文化。啊，那是敬启者。后边呢？我呢？打算干点门，哎呀，一人又不灵，找人跟我一块儿发财，嗯，来了准行，是不来是小狗，骗人王八蛋，什么乱七八糟，怎么里边还有骂街呀、啊？那个大气磅礴，哪儿瞧得出来呀、啊？写完贴出去了 啊，俩月没人来，是没人来，倒不是因为词儿不好啊，红纸写的红字儿，嗨，你色盲就别自己写了，换着过来啊，拿这面写。哦，写完贴出去行吗？当天就来人了。哦，还真快！一开门，这小伙子跟我站一对脸儿。是，哼，啊，我估计得有180斤。你怎么知道？他妈踩我脚了！别说了，拿您当人体秤。后站，啊，这后边还挺精神，好看吗？20出头，40郎当岁的样子。这我没法算了，这个。怎么个岁数？20出头，40郎当岁。哎，大概岁数20多、啊，那个气质，那个成熟的状态，像40多，啊，就是显大。哎，戴小眼镜，很斯文。哦，两根头发梳于中分。哦，蛐蛐吗？这不是？两根头发一中分，这不就是那须子吗？完，你说像个业余的正常人。哎，压根就不是正常人。浪大了，你不知道推上来什么海鲜。人都来了。这个模样是个囧傻呆萌的状态。什么形容词儿这？嗯，给你纸，给你笔。干嘛呀？写呀、啊，姓什么叫什么？电话。哦。写我小子怎么样？联系方式。写完笔给我。您看看。姓王啊。哦。你叫折寿。叫折寿的老板，我叫祈祷。就这学问就别看了，俩字儿能一块都错了。这像这玩是像的事儿吗？讲这么一学得名字，这是瞎说，这不好听。我给你改个名字吧。改做买卖，咱们图的是个兴旺。哦，你叫王旺。
我喊你啊，老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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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不怕他拿你擦了嘴吗？哎，坐这儿，坐这儿，坐这儿啊！我给你看看相。您还会看相？我哪会看相啊？那您给人看，以后我就是你的老板了，我得拍不住了他。吓唬人！坐好了，看个相啊。从你的面相中来看，怎么样？十二三岁辍学，混迹江湖，交女朋友无数。到后来结婚之后，媳妇很漂亮，生一对龙凤胎，真好，对吗？怎么样？老板，你说这不对，我没有十二三就辍学，我是英国回来的双料硕士，从小到大我都没跟女生拉过手。怎么着？知识改变命运啊？什么玩意儿？这句话就用这儿了，是吗？早退学早好了，压根就不应该上。五行缺串，没听错吧？五行里有串儿，八字欠好，非干这不可。刘姐吧，刘姐，你现在是我的二级烧烤师，不，这就二级了。慢慢熬着，明年是一级，后年就是特级。特级怎么样？调到八宝山去，改烧人了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刘姐，好好的干吧啊！哦，这个先跟我一块儿先穿串吧。啊，这是对，买了羊肉自己穿。哦，自己自己穿，这省事儿也省钱，节省成本，但是一定要把成本压得最低。是，因为在我这个位置，多多少少有一点小竞争。您太客气了，那就是竞争 啊！他们有卖两块一串的，有卖五块一串的。哦，咱们呢，尽量的跟他们有点距离。咱们多少钱？一毛钱七串。哟、哎哦，您这人要玩命啊！我们俩跟家穿。啊，穿的我这累得跟孙子似的呀！穿完之后，没等烤，来一帮人全包圆了。怎么那么快呢？就这帮烤串的。哎，好，人上您这儿上货来了。他们是看见气迷心了。哪儿那么便宜的？就买我这个比外边便宜多了。那是啊，拿我当进货商了，行吧？就说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尺二。哎，还真细致，这位看的换肉。换肉，哎，换什么肉？我一说换这个肉，你挺亲切。怎么呢？鸭子。我怎么就亲切了？我凭什么一听这就亲切？老北京人好吃烤鸭、烧鸭子呀。那你说清楚了。你又想多了。我想多了就没了。哎，鸭子肉，嗯，鸭子肉便宜。是啊。但是鸭子肉腥气。对了。啊，你什么县饭馆啊？烤鸭子肉的没有，很少，那必须跟酱跟葱一块儿吃，对，折腾那个味儿。那怎么办呢？哎，不要紧，买羊肉精，买嫩肉粉。哦，还得用嫩肉粉，拿这东西弄完之后就好。哦，但嫩肉粉咱没用过，那得试试。真吃完出事怎么办？就说是得做个试验。怎么试验？来脸盆盛满了水，倒一袋嫩肉粉，破拢匀了。嗯，王王，叫他过来洗脸。啊，洗脸，用这个。老板不要啊，就说是你看你的脸都那样了啊，洗洗脸，洗洗脸，好孩子啊，天也不早了，洗完脸睡觉啊，一睁眼找到青春，回复童年，来，可以，不许打死你了，这货太吓唬，洗完脸睡觉了，嗯，早晨六点半坐在炕上就喊，怎么，我找到童年了，真好，我尿炕了，嗨，跟这嫩肉粉没关系，晾被子，晾被子，该去，就用吧，咱这么些人都用，咱也死不了，要试试啊，啊，就用它吧，那不行，怎么的，您这叫欺骗顾客，你这叫吃不着狐狸说葡萄酸。啊，什么词儿？你不是惯了惯，我比你明白，我走的，我吃的饭比你过的桥都多。你说反是了，我过的桥比你见的茶酒的都不是，哪有不是你我丢的人比你见的人都多。啊，那倒是。哎，这话对啊。哎哎，我丢的人比他见的人就多，还是。见人啊，你还见人，非得把我搁进去不可。我就有正事儿，你别搅和呀。您说正事儿，嫩肉粉的问题解决了。嗯，转过天带着他，我们俩人奔调料市场。哦，缺调料，买辣椒面和孜然，用这俩换了一个半袖的背心。走，等我先等一会儿。买调料换半袖的，到那儿就知道了。哦，这个卖调料的都是一个袋一个袋口翻着。对，什么孜然呐、辣椒面之类的，在那儿一兜一兜的摆着。嗯嗯，我们俩到那儿，半袖背心。找一水管子在胳膊上吃的，吃。我先问你孜然，嗯，质量怎么样啊？哎呦，最少半个月。哎，这能用不了多少。王王，看看辣椒，这真挺好。
我前面看号，走，这就完了。刚走出去，他喊我，老板，我想撒泡尿。哎，好，我干嘛去了？不行，尿疯了，就是，辣死你知道吗？而且我也帮不上你，这多新鲜！回家，大家都咕噜下来啊，弄好了，洗干净，坐在那儿。是，一回头，他坐这哭，哭什么？我气得你要死了你！真是，我不是为了你好吗？对、啊，你哪怕是结大手，我都答应了。哎，这嗨，别说这个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什么呀？我刚才你查辣椒那个啊，表掉里边了。这嗨，能干点什么？这位，这是个废物。什么都干不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买卖一开张，咱们就挣钱了，哦、好吧？嗯，到年底我送你，送他什么？送你回家。哎，回家？那叫送东西吗？送你个，哎，送你个纯金的小铜佛。那好吧，倒是金的是金。送你个黑白的大彩电，好不好？嗨、哎，我不想。行行，闭嘴，行了行了，赶紧干。我心里有数，心里有数啊。行，哎，准备吧。啊、一算呢，还差点竹签子。哦，出去扛一口就回来，啊、真快，一百来斤够用了吧？啊、太够用了，扔个地上，把门关上。嗯，谁叫门也别开，哪有叫门的？嗨，就是那个卖糖葫芦的孙子。啊，你偷人签子？你用得了那么些个吗？那有你什么事啊？这不就结了吗？是不是啊？什么人呢？这叫再准备点啤酒和凉菜，咱们就可以开张了。啊、还有凉菜，凉菜你。光吃烤串哪行啊？哦，坐在那儿喝点啤酒，吃点凉菜，挺好吗？这倒好，来个花毛一体。什么叫花毛一体、啊？花生和毛豆拼的。哎，就起个好词儿。再来一个黄瓜丝儿。啊、哦，也行，拌的黄瓜丝儿、嗯，我自己切的。是吗？我那个刀工，哎，有啊，我自己切的黄瓜丝儿。哦，我切那个黄瓜丝儿，要多细要多粗。哦，到底是细是粗啊？您呢？看你点幸不幸福啊，没谱这发挥。切完这个还得弄点萝卜片，这也是清口的大白萝卜，当当当当当切成片。嗯，我这个刀工没问题，刚才切黄，但雕花差着。还有雕花的？那是啊，啊，一个白萝卜圆片雕花，每个上面圆眼一边大，这个就难了。这倒是费啊，我这弄着，王旺看着，老板啊，人家这用的都是藕。连这都分不出来，你还太犯傻了。没听说拿白萝卜要藕的，我还纳闷呢。这这不得累死我呀！这一天净雕花了，你。我说的呢啊！行了，就是他了吧？不就是他了吗？哎，再出去灌点啤酒来也就得了。还灌点？人家闻这啤酒有鱼虫子，赶紧。河水灌的呀？什么河水灌的？有鱼虫。我那正经名牌的。是啊，永定河牌啤酒。这好嘛，上河里灌的。都准备齐了，今天开张。哦，开业。哎，我这裁点纸、啊，写点那个恭喜发财啊这类的话。哦哦，吉祥话。哎，告诉王旺去点火去。行、啊，啊，先点点火。老板点什么火？就那花槽子。哎，我这写，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。好、哦，他对联。问君何所有，烤串和啤酒。这词儿就差点了。大金链子小金表，一天三顿小烧烤。这就快不是人话了啊。鸭肉串。哎啊，那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。哎，怎么样，真敢写鸭肉串？你看男子汉大丈夫，鸭肉串。哪个鸭呀、啊、哎鸭的鸭。哎呀，鸭肉串。嘿、哎、改形容词了呢。你要上当，那你活该死。啊，我写上了鸭肉串。再写啊，本店离百年老店还有99年。这不是废话，您就说刚开张不就完了？7月15待客烧纸。这都管。嗯，再裁张黄纸。嗯，神仙保佑我发财。哦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。哇，这张给烧了。烧了，烧完之后太上老君就收着。你怎么知道烧完以后太上老君就能收着？准能收着。凭什么？我在太上老君的名字前面 啊写了一个圈 A 啊。还爱他呢，什么主意都想您这。他只要不拉黑我就能收着。怎么不拉黑呢？哎呀，这写着啊。王旺过来了。老板啊，火上来了啊，真快。那个花拿出来吗？哎，这不废话吗？没心眼了你是吧？我就该拿出来拿出来 啊这拿出来烤着串，我请着模特就来了。
还有模特，开张大吉，请模特走秀，热闹热闹啊！还真舍得花钱，请50多模特，这得多少钱呢？这那花什么钱？没多少钱。怎么没这50多模特？你一个一个怎么着50多？一个50多岁的模特，请一老太太来，您这广场熟女。什么叫广场熟女？看自行车那老太太。小脸蛋蓝袜子，是啊，染了红头发，紫旗袍，哎呀，站在跟前一瞧，跟雷震子似的。都见了，我心说我要不要再给钟馗写上？哎呀，不用，闹鬼了是吧？来了，走吧，开始吧，来走秀吧，还走秀呢？嘿，以为我这摊儿这么牛啊？哎呀，他来之前啊，胡同里还有人，这一圈走下来，进了街了，谁看谁不怕。连我们家那狗都趴着不动过了。是啊，行吧，你别扭，我冷啊。对对对，来吧来吧，熟了吃吧，这就吃，我就吃吃吃啊，不用给钱，不给钱，哎，就如同你中奖了。你瞧，一边吃一边乐啊。嘿，你瞧啊，啊，又中奖了啊。什么叫又中奖了呀？上回中奖什么时候？对呀，我那天买辣椒片袋儿里又看手表，嘿，落到他手里头了，伙计眼珠子都快出来了，啊，这是我的。捧出来，当就给人拳，还打人呢，俩人滋不起来了。哎，小子真愣，是打的老太太喉结都没了啊！这是老太太吗？这个别打了，我这刚开张，两个就是住手！你哎，行吧，嘟，停，停了吗？俩人没停，狗跑了。哎，这怕你擦嘴哟，这不要了命了！别打了，哎呦，雷震子大战囧傻呆萌，这好起来，这个热闹劲儿。打的老太太都流血了。是啊，我跟你们没完啊！你们给我蜡笔小心一点儿。什么词儿啊？我这就报警打110去。打110，老板110怎么打？这都不会啊！我气你，你废我！啊，告诉他查114去。哎，什么人啊？有一好人没有？他走了，我跟这伙计说，你看刚开张，你给我惹这么大祸，是这买卖怎么干呢？就说是正说着，对门成人用品的老板出来了，他干嘛来？站着我这幸灾乐祸，说什么？惹祸了吧？嗯，就知道你们好不了。怎么了？你看你这肉，你看你这都是假的呀。嗯，什么？我这都是假的。对，我一指他那成人用品，嗯，你那都是真的。没听说的。有这么比的吗？这个？我这死不了人，你这都是真的，你得枪毙，你知道吗？街里街坊帮个忙吧，孩子怪不容易的。怎么帮？你看多可怜这孩子，啊，这孩子不错，知道吗？老话说得好，没有胸毛还有腿毛，是不是？哪有这老话怎么说？没有胸毛还有腿毛的，没有腿有腿毛有胸毛，哪儿有孩子没有毛？你说这个，有毛没毛你得帮他是不是啊？你赶紧。你看你那橱窗里站这么些假人，也不差那一个，是不是？干嘛呀，孩子，快脱，快点，快点，脱了！小子真听话，三下五除二全脱了。干嘛？跑到屋里站柜台站着啊！脱了当假人。刚站好，警察叔叔就来了。说来后头跟着雷震子啊！你别提雷，警察一身的水啊！怎么是？我说您这身上怎么回事啊 ？GPS 有毛病，怎么带着永定河去了？这好，我一听吓我一跳，掉我啤酒库里了。还是河里灌的。他说你们打人了吧？啊，没有，我们早就不打人，学好了命令啊。老太太怎么流血了？她本命年啊。没听说这废话，让你们的伙计跟我们走一趟。对，没看见。有什么人？警察乐了，一指那儿，不在站着吧？瞧出来了。你怎么知道是他呀？对呀，啊，就他攥着串儿呢。啊，您正在收听的相声由看德纲网整理提供。